少女穿这种粉红色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和服的美就是这样，这样好。这是什么啦？因为哦，做侪观众朋友拢讲，彩华姐穿旗袍甲和服是上解水的，所以咱今仔穿和服，我就爱画这艺伎，艺伎的妆，艺伎。哈哈哈！啊，恁来订衫啦！啊，哎，看我们订这个和服。天哪，那是咱们上课对不？啊，看嘛，怎么？带你们上课，要跳舞哈！来来，我订订。上面先订。订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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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，就一个白印印。哈哈，技术啦！啊，技术较下我吼，这个本来是个骗口骗口。啊，歹势，技术你袂使穿。我唔晓得我袂使穿。技术是啊，得先休假穿。小心老师，卡呢啦！那我多好见啊，你还袂给？哈，爱无先甲我讲啦。哈，这小路穿的哦。嘿啦，啊穿这啊。嘿啦，啊艺术嘞。艺术吼，艺术你也在穿啦。哦，艺术是假贵。嘿，这外出服。哎，这高级啦。这是阮婷婷头一届穿和服的。那婷婷有没有很兴奋？嗯。有没有？第一次穿。第一次穿吼。来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少女什么？少女粉，少女粉哦。婷婷运气很好嘞，这件是新的呢。今天新的哦。对，我才刚买进来的。不要啊，我啊，今晚我带你穿的，今天是旧的哦。今天还新的，这看我裤啊，哇，这高档哟。一礼拜过一礼拜尔啦，不要紧啦，我讲笑啦，看我裤，迄种真正是一个纪念，这样穿的日本衫，我我介意的，因为我最爱去日本的，我嘛最爱日本的。你问这些啊？滨崎步就是在日本啊，我带回来嘛，我有妹妹。啊，这个就腰带，腰带腰带。好，那个不用。瘦腰哈，再来穿右边。哦，腰带那安尼披，现在要来绑，打个花结，打个花结哦。对，现在打花结。老师，你学这个多久啊？穿衫吗？穿衫甲跳舞安尼，二十几年啊，二十几年啊，嗯，好多绳子。对，只是讲老师你还阁穿偌久啊？一日哦，差不多要二十分到半点钟啦。我今日透早七点就开始啊，一直共穿衫哟。嘿啊，哎，啊你穿穿来感觉安怎啊？婷婷，蛮紧的。这本来就是要紧一点点才会好看。对，它不能松垮垮。对，少女穿这种粉红色。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你捌算过你穿我甲偌济人穿和服无？我曾经有算过，已经算千次。啊，是不是穿这个和服了，脚拢爱夹条条？原则上会，就是会靠，尽量靠很近嘞。嗯，我现在大腿内侧粘好紧。对，就说你自然你就会比较，对啊，走路会比较优雅，它就挺起来了嘛。对, 对，所以和服的美就是这样。老师，你当介绍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是啥？我啊，雪人，雪人呵，好可爱，圣诞树，哦，是圣诞树，好可爱哦。对呀，它是雪花，雪花啊，铃铛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做这个啊，做铃铛，都是一边包一边转，然后就赶快转，就把它包起来，转转。这个我常做，然后这样夹一下，像鸭舌帽这样，鸭舌帽稍微夹一下，这边比较薄，黄色比较厚，做，嘿，挂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嗯嗯嗯嗯好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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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很香，